好奇的前三类人员都可以打到第二剂的疫苗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今天我们公布莫德纳疫苗第二批会明天开始配送。那先前指挥中心曾经说明，后天，对不起。那我们现在宣布可以配送出去，是不是我们已经有莫德纳第二批到货的一些资讯？确实，你很有敏锐度了哈。我们当然有做准备嘛哈。下午3:50会抵达桃园机场。好，那这一部分呢？我们大概马上到了以后就开始展验我们的检验跟封签的作业。想请教下一批是41万剂有机会在20号就抵台吗？那另外美国捐赠的75万剂什么时候会到？谢谢。什么21万剂？41万剂有机会在20号抵台吗？为什么你有41万剂这样的、概念？那个大概我想还是要过一点时间了哈，所以我们大概也要掌握这样的进货的时程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它主要我们这一部分是属于我们跟 Moderna 公司签署的505万剂，好，前一段时间第一批先到15万，好，那今天又到24万，好，那我想大概也不会很久，那第三批也会来了哈。那事实上就是说这一批的莫德纳来。事实上量当然是比第一批要多，而量也不是太多，所以我们还是会仔细的再把它那个盘点一下，看这两天打的一个情况，打那个 AG 的情况，然后做一个适当的调配。